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傀儡，谢谢大家对于我们Jam影片的支持，现在已经累积超过30000多观看，对于乐手潮的频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过去最多观看影片大概也是28000多人，就是这支影片算是一个创举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跟那么多的乐手合作，然后非常感谢乐手们的支持，然后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把自己的Jam影片放在网络上，希望大家也能继续使用我们 Backing Track， 我们一样会放在说明栏的地方，一起度过这一段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苦闷的时光吧。这也是第一次我们收到那么多的网友留言，虽然我们有小编帮我们再一一回复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在节目上面可以回复一下大家。过去都看接二代的，没想到可以看到台湾的，嘿，没错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到未来可以整个乐手们都大串联的状况。其实像这一次大家的参与，让我们真的非常感动，我们就哇，原来是我们也办得到的，真的谢谢大家。话说我过去也都看接二代的，3分35秒直接被电到了，嘿，大家知道在讲谁吗？我特别请剪接师多留2秒钟的画面，对，很可惜后面的 Inferno Chaos 吉他手 Davis 画面被裁掉了半秒钟嘛，对不起，刚就讲出来了。喂，这边说，弹茄子蛋也太靠腰了，竟然有人发现，有人，我们这边俊有偷弹茄子蛋的段落，其实让。他有寄给我们两个版本，让我们自己挑。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弹茄子蛋这件事情实在太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真的太好笑了。所以我们决定保留茄子蛋的段落。哦，大家耳朵真的很尖哎、欸！其实真的，人家不说我还没发现到。剪接师跟我说那茄子蛋，我说3分37秒的 solo 风格真好日系耶。然后看到后面各种抱枕和漫画，确定是同类的。Davis 你又上榜了。喂，可是 Davis 他其实真的很厉害的吉他手，他除了是 Inferno Chaos 的吉他手以外，他也在 GIT 的比赛这些都拿过台湾区的总冠军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吉他手。就我所知，他其实听欧美系的也非常多，他并不是一个专门日系，可是就是东西方柔和很厉害的乐手。不过因为前面是阿曼达，所以还是抱歉要少半秒。阿曼达真是太正了，金属林志玲，海国郭雪芙，阿曼达听到吗？希望有 Jam Part 2，下一题，超赞的，什么时候做第二集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题 ，Part 2，Part 2，Part 2，下一题 ，OK， 好，这边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请问这个是什么 key 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小调哦，这边学友乐器音响，哦，直接进入业费主题。没有，我没有接到业配，太精彩了，谢谢。帅翻台湾有联合键，每段都好有特色，真好玩，下次我们一起玩吧。每个影片都很厉害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大家都非常厉害，才让这支影片那么精彩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不厉害。有，没有，我不厉害。应该要开放点名一起键，好主意。古拉说很棒，这是本人吗？这边意大利斗牛犬说：“住院医师是中风吗？”擦滴滴，这个真的是我们技术上的问题，因为影片在转档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而且已经试过很多次也发现了，可是真的没办法。OK， 在这边跟住院医师说声对不起，在这边稍微先回复了一下大家的意见，我真的觉得高手就在民间，大家不止耳朵尖、眼睛利，真的发现很多梗隐藏在这支影片里面。总而言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